因为他要回家跟他妈妈吃饭。好难哦。变形车子。没有那么容易的吧？这个很难耶。爸爸要把它变车子也研究了一下。那我拿去丢掉好了。不要。因为你不你就给它乱丢哎。然后我就再带一圈东西。所以以后也不要买那个机器战士了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很难呐、啊，要组装很难呐、啊。要组装很难，那你不会装，你就把它丢在那里。要想办法、啊。那个战斗陀螺也是要想办法才可以组装啊。我只知道那个怎么装而已。嗯，你不会装，你就给它丢掉。不是，我组装的给它丢掉。嗯。这样子，你看，你看看我。我看看你，但是雷射人，他是要蹦坏人的，他是要蹦坏人。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蹦坏人的小机器人，我特地制作的。啊！你怎么不啊？那变形金刚会不会变？还是拿来我帮你变？爸爸好瘦、哦。嗯、啊，变形金刚要拿给我变吗？你看，太空人。你要变成车子吗？对、嗯、啊，变成这样子啊，这是好像一个垃圾哦。是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